好，只不过观众记者现在所在位置呢，就在这个台北士林的地方法院。那刚刚稍早的时候呢，艺人于天还有妻子李雅萍呢，是一起来到了这个现场。那其实昨天呢，在儿子于祥全的个人脸书直播上面就有透露了，今天爸爸跟妈妈会来到这里，跟女婿陈建一起来召开这个家事调解庭。那刚刚稍早进行到一个段落的时候呢，于天夫妇也有接受访问，带您听一段最新的现场访问。今天等于是调解庭了、啊。那我们有跟给予陈建这样这个对谈的，用视讯的对谈，还在沟通中啊。我们是希望说，因为为小孩的利益，那我们希望两个都一起到我们家，我们来抚养，我们来给他们教育。那陈建目前还在考虑中。哦，那今天就只有这样，没有什么结果。他可能安排下一次再调解一次。好，那透过刚刚于天的访问可以知道，他们有提到他们刚刚在里面的时候呢，跟陈建是用视讯的方式来进行对谈，也就是说陈建本人是并没有到现场的。那整个对谈过程中呢，只有针对孩子的问题来进行一个商讨。至于先前外界谣传的把钱财于彦群的钱财都花光的这些事情都没有来进行讨论。那其实于天夫妇他们也提到，毕竟之前曾经都是家人一场，对于陈建最近的现况呢是相当的心疼。那最近外界也谣传说他疑似有新欢，那其实于天夫妇也是表示呢非常的祝福。那现在只是目前呢希望能够赶快把孩子接回家。那以上是现场为你找到最新情形，将时间镜头交还棚内主播。